杜小苏，你怎么来了？雷总，樊丽请你来的吧？今天我是新郎官的客人，怎么？雷总今天是来抢婚的吗？我抢什么婚啊？樊丽又不是我的菜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帮你介绍啊。 我猜猜看啊，第一，颜值得够，怎么也得好莱坞女明星的标准吧。第二，也得是大家闺秀，门当户对。第三，性格得好，温柔如水，逆来顺受，才能受得了你这臭脾气。杜小苏，你吃错药了吧？拿我开玩笑。应该快好了吧？我先过去了。 哎呀，雷蒋两家，这梁子算是结上了。嗨，天下父母心啊！老蒋啊，他在心疼樊律，发几句牢骚也是正常的。过几天啊就没事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 好美呀，少爷，爸。哎，你看，你不肯给蒋家当女婿啊，老蒋就给你爸气受。现在啊，你爸跟你撒气。你吃吗？ 今天，对不起，我有点激动，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参加我女儿樊律的订婚典礼。我的女儿樊律和林向远，他们情投意合，喜定终身，与我也是老怀堪慰，在这里。 在座的各位能够多多教导、提携我的女婿向远，我蒋劲在这里谢谢大家。感觉蒋劲对这个女婿还是挺满意的。哼，能不满意吗？请大家端起酒杯。人家林向远可不像你，尾巴翘到天上去了。他林向远一心想进蒋家的门。 这叫求仁得仁，你来干杯！听说这个东床快婿就是蒋劲的手下，职位也不算高，就是个副总。人家都跟蒋总攀上亲了，还不会升职？我再次感谢各位来宾参加我女儿樊律的订婚典礼，谢谢。 真漂亮啊！真不错，潘正。我说杜小苏，你可真可以啊！别人订个婚，你都能这么激动。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可能我今天有点失态。别告诉我你被感动了。还有。 你平时都这么多愁善感的吗？我知道你肯定不相信缘分，可我觉得缘分是命中注定的。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情。
都说缘分是很奇妙的，茫茫世界的两个人如果最后真能走到一起的话，那真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了。你都想些什么呀？啊，就你这脑子还真特别。杜小素，你太天真了，这缘分和爱情能当饭吃吗？你不会认为人生只有爱情吧？非得爱得你死我活，轰轰烈烈，让别人拿手指头指着你笑，你才痛快。什么意思啊？还不明白啊？明白什么呀？反正我是这么想的。还挺轴。算了吧，就保持你的天真吧。你也奇怪，非得跑到人家订婚礼上去吃蛋糕。你看见了？你都吃成那样了，我看不见啊。我就是太饿了，我就看见那蛋糕不错，我就拿了几个，结果一尝还真挺好吃的。我告诉你，蒋凡绿那订婚宴上就那个蛋糕是唯一的亮点。什么东西？只可惜，只有那么一瞬间，就像幸福一样，越耀眼就越留不住。留不住又怎么样？至少他绽放过。但是我跟你说，细节是特别重要的，一定要注意细节。